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新作芳华》上映在即，相信有不少的网友都非常关心他的排片量以及预售情况。然而根据猫眼电影的排片以及预售情况来看，芳华的首日票房仅为 69.31 万元，连导黑牛李晨导演的处女作《空天猎》的关注度都比芳华要高。作为冯小刚出品，严歌苓编剧演员，有是聚集了黄轩、杨钰莹的一众大咖的芳华，如此惨淡着实让人觉得诡异。但细细的看一下芳华的剧情梗概，就会发现整个片子比较有文艺感，带了有一些历史情节，剧情也比较简单，因此芳华确实不是一部大众的电影。然而这部片子却被爆出仅仅成本都是7亿元，按这个剧本发展下去，芳华可能连本儿都回不了。不知是为了宣传电影还是为了提高关注度，网友翻出冯小刚在微博上搞了一个请咱爸妈看芳华的活动，据说整个活动会赠送出10000张电影票。小编有仔细调查过，大概是2000张票左右。有许多网友评论说，看来冯导也知道这片子估计票房不怎么样了呀。更有网友表示，芳华的电影票房不好，冯导是不是又要骂人了？说起这事儿，还真有一个先例，当年冯小刚导演的私人定制在豆瓣上收获差评，随后冯小刚炮轰豆瓣上的影评人都是大尾巴狼，更说中国的观众没有审美水平，说观众是垃圾观众。此外冯小刚赠票其实也是有传统的，比如之前冯小刚就主动给孙海英赠票，让他去看唐山大地震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了博宣传，然而尴尬的是却被孙海英拒绝了。不过这一次芳华如果不能回本的话，那么冯小刚的又一次对赌就将失败。要知道之前冯导拍文艺片失败后可是沉寂骂人了好长一段时间的。